而同学关心呢，前 NBA 的球星呢，表弟 Cousins 呢，日前呢是加盟了这一个 T1 的台啤永丰云豹队。那也看到呢，其实呢，这个表弟旋风呢是席卷了全台。那今天呢 ，Cousins 也出席了这一个Toys 的这个手摇饮店呢，来担任一日店长。那他将呢发送这个限量100杯的这一个表弟奶茶呢，来给这个球迷。那其实非常多的球迷呢，也都很早呢就来到了这个信义区这边来排队，就是为了呢要一睹自己的偶像 Cousins 的风采。现场最新带你一起来看。那么期待说等一下拿到那个他的表弟的那个奶茶，会期待跟他互动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们才比较早来排队这样。基本大概凌晨3点就过来这边。对啊，所以希望他这次这个活动也可以有机会合照。对。那你大概是几点过来这边排队？我是6点多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呢，其实呢 ，Cousins 呢是来到了这一个网红 Toys 饮料店呢，其实可以看到呢，有非常多的球迷呢，其实都来抢跟要 Cousins 来合照，那也拿到了这一个表弟奶茶。但是 Cousins 呢，也对于这一些球迷铁粉呢，也都是给予这一个签名呢，还有自拍哦，也都是来者不拒，相当的亲民。那下周呢 ，Cousins 呢将会出席这个运动品牌的活动呢，那预计呢表弟旋风呢将会继续席卷全台。以上这样最新时间镜头交还给跑垒主播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